我是阿红，欢迎来到我们同名卡的第45集。我们今天来介绍这台 DHL 的宅急便。宅急便，这是日本的宅急便，在台湾也是有看到，但是不是这种大货车。好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讲，哦，很好心的，还有一个纸盒子包住，那个保护的盒子，做的有模有样，然后是有弹簧，那这一款做的不错，有弹簧。不然之前的货车都没有弹簧，避震器，然后是最新款的车型，那这个货车可以开的。货置箱，2007年的车型，那我们今天的 DHL 的宅急便货车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